国内有个老爸哈，今年也是90岁了。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有机会为社区服务，我们一共打了1500多针的疫苗。做零售的嘛，往往大家过节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希望疫情早日结束，大家能早日团圆。我的新年愿望是坐上大飞机，回家和姥姥姥爷一起过新年。